干蛋想走，最后一个走。咱们这种人迟早会被干掉的。我不是江湖上的人。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谁的枪？我的。表哥来看过你吗？兵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我。我为你做了五年了，这只手足够了。把自己弄成个折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兵哥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再弄人是你的了。你若为吧，咱们就不能讲究点儿？对你无情的，那你该是收留我了。